在佛陀时期，在舍卫城的郊区有一个果园里，住着一位比丘，就是一个和尚，名字呢叫做伊古达那。这个伊古达那比丘呢，他只能熟记一首佛陀所教的偈颂，也就是寄语，但是呢，他。 彻底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每次他读完这首寄送，果园里呀、啊，虽然没人呐、啊，但是那些树神啊，就热烈的鼓掌和称赞。这就是你们看不见、听不见，但是有功能的人，古时候有很多人都有神通的，他们就能听见。有一次呢。 有两位博学多闻，并且常常说法的比丘，这两个人抱出去说法，他们带着一群徒弟经过这个果园，他们就问了啊，伊古达那啊，这个比丘啊，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说法，会有人来听法吗？这个伊古达那很老实啊，他就说。 呃、嗯，果园的树神，呵呵，他们听了我讲的，还都会鼓掌称赞呢。这两位比丘啊，心想你在说什么？他们就在园中。啊、哦，既然你说树神会，那么我们也来讲讲看。哎呀，在园中说吧，在这个果园里边说吧。这两个人平时就很会说，到处去弘法嘛。 哎呀，这个叫舌灿莲花，就是舌头啊啊，这个舌巧啊，像莲花一样，讲了很多很多，滔滔不绝如长江大河呀。所以过去为什么人家说这个人讲法讲得好啊，滔滔不绝啊？你看看长江的水啊，或者像江河海水啊，一浪接一浪，它不会停掉。那么讲的很好。 讲完之后呢，没想到果园里啊，静悄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连树叶落地的声音都没有，没有声音的。了，他们呢一想，哎呀，你不是说树神会鼓掌吗？那么怎么没有啊？来来来，呃，一古达那法师，请你来说法吧。 这个伊古达纳法师啊，他就会这么一手寄送，他又开始讲了，啊，他一讲完之后啊，这个果园里啊，一如往常一样，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了啦，啊，并且大声的叫好，大声叫好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两位比丘的徒弟们呢，他们就也听见了，因为过去的。 这个比丘啊，都有一点神通的。他们觉得这些树神啊，有些偏心啊，啊，你看对伊古达纳怎么这么好？他就讲了这么一点点，而我们讲了这么多啊，他们感觉到他讲的这么平常啊，一点都没讲的怎么？为什么他们没有鼓掌？为什么对伊古达纳法师他就鼓掌呢？ 后来佛陀听到了这件事，他就对弟子们说：“佛陀就说，比丘们，我不认为听了许多经典、常常说法的人就一定精通佛法。啊，佛陀讲的啊，不是说你今天常常说法，你就一定精通佛法。” 相反的，虽然听的不多，但是呢，却能体会真理，就是理解，而且经常保持正念的人，才是真正精通佛法的人，啊，精通佛法的人。所以从佛陀的开示，就让我们知道，佛法的核心在于你要亲身体证啊。 就是师傅跟你们讲这么多，你们自己要去体悟的呀！啊，师傅叫你们念经，念了吗？念了之后好不好啊？好，有效果吗？有，这叫体证啊。啊，你们看看，每一次法会，前面有很多佛友上去做心得，都是他们的体证啊，你看他们讲的这么好，自己家里的亲人怎么样？ 身体变好的，啊，师傅又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亲自体证的，能够让台下，啊，这么多的观众一起鼓掌，啊，感恩他分享，所以就是让我们知道，学佛人要保持决心，要活在当下，也就是说，要真正的能够理解佛法。 实际上，你就是在行佛。你念了再多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没有受用啊！你没有让这个佛法让自己受用啊！所以，很多人经常打进电话跟师父讲：“师父啊，我念了几千章啊，你用心了吗？你有感恩心吗？你有体悟之心吗？你不是赶时间、赶章数啊！” 你要用心啊，而且要护持着佛法的，用心的来念，你才能成功啊。